唱着幸福，生活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。魏淑君是单亲妈妈，正勇敢抗癌。上天他让我有这一口气活下来，一定要常常告诉自己，给自己信心。另一半过世的早，十多年来他当过钢琴与幼教老师，后来到牙科诊所上班，挑起经济重担照顾儿女成人。我想说长大了然后出去打拼啊，多赚点钱回来，这样对对对，不然他太辛苦了。我们就希望他身体能照顾好，然后就我们也会在旁边陪伴他。命运对魏淑君百般考验，三年前罹患乳癌，好不容易熬过治疗期，近来疑似癌细胞又在体内出现。他热爱歌唱，多次公益演出，新春期间抱病与大家结善缘，令人感佩与不舍。他前些日子还感冒了，我们在练唱的时候他本来是唱不出来的，真的真的是毅力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一个人的心来温暖我们的人间，拥抱穿起感恩，祝福魏淑君战胜病魔，继续用歌声感动人心。大爱新闻郭宁、欧阳光辉台中报道。